华妃娘娘万福金安，皇上说皇后头疼发作，不能南巡半驾，要您一同前往呢。那必须没问题，苏公公传话辛苦了，来人呢，赏。谢娘娘。你们看这只小白兔，这是去年南巡狩猎万岁爷亲自给本宫抓的，我一直没舍得动它，没想到今年呢又让我半驾。哎呀，我也总劝皇上呢让他雨露均沾，可他偏不听呢。你说华妃娘娘宠挂六宫，无人能及。嗯，今儿本宫开心，来人呢，把它给我炖了，让姐妹们尝尝鲜。兔兔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得得得，你可闭嘴吧，实话告诉你，就连我宫里的猫粮都是鲜兔做的，这款佩内特鲜兔肉猫粮全鲜肉高蛋白，这口感就跟现宰的一样好。哇，想必姐姐这一身柔亮的毛发它功不可没，这床榻呀连根毛发都没有。必须的，鲜兔肉本身就含有丰富的卵磷脂，增强体质还能减少掉毛，还特别添加了磷虾油让肠胃直接吸收，这可是有农业大学实验报告证明，8周就能明显感觉减少掉毛，不像有些喵的宫里猫毛满天飞呀，也不怪皇上不耐去。可是你们看它的造型就是兔兔头呀，怎么忍心吃？不识货，你闻闻。嗯，真香。就是装，要我总说啥呢，那有些喵就是矫情。